对面开播剧了，我知道，昨天晚上我就知道，半夜凌晨开的，三四点钟了那个时候，对吧？没谁了，我把对面哥抱一下，手机摔了，咋整的？嗓子哑了，没睡好，没事儿。欢迎胖哥，唱歌就不哑了，上火呀？不上火。这么好上火干嘛呀？现在我感觉轻松好多了。跟你们聊会儿天儿，恋曲990，好的。现在又不喝药了，改喝婆婆丁水了。吃生鸡蛋管上火吗？苦吗？不苦。现在吃啥都不苦，我就感觉嘴天天苦，吃什么都不苦，吃什么都甜的。婆婆丁能冲水吗？能啊，就是晒干了之后。举报北京哥干嘛呀？北京哥那人挺好的，我也看过他直播，文质彬彬的，不张嘴还好点。失去味觉了，也不算失去味觉，吃什么都没有味儿。现在说吃药也不苦，票省了点儿。那哥哥给我飘十个呗，一会儿抢宝箱。重启一下机器啊。歪歪二姐不敢说，我是妹妹，不要名，就好好直播就行。嘿嘿，我们家宝宝真聪明，非只是妹妹。不要机械机械的，感谢慈善冷王哥。一姐是谁啊？一姐现在我排第三，一姐在第一呢。今天不唱歌了，今天少唱点。一会儿就说说话就好了。好了，大家把包谷岭免费票也可以走一走。嗓子有点哑，没事儿，一会儿就好了。金哥委屈。你说是那个没事讲讲八卦那个北京哥吗？人挺好的，我看过他直播，我家好多人有他买的，我家大哥都有他家买的。没事，我家大哥，咱家大哥也去看上一看。我挺喜欢他说话那个语速的，慢慢悠悠的感觉，暖男。但是别骂人，他一骂人我就走了。他骂人不像别人的骂人那种稳重。他跟骂人不像那种呜嗷嗷那种的，很淡定那种骂出来，感觉好像不是骂人，还一细听就是骂人。挺有意思。唱就没事儿去看看行，他说话慢点。今天为说谢谢来女的宝宝，咋今天赶上大八卦了？拐着玩儿，我没看过多少，但是看过几回，感觉喜欢那种风格，挺喜欢那种风格，慢慢悠悠的。什么都不着急不着忙的那种，给你们讲事情，让你们能听进去。有的吧就呜嗷呜嗷的，说哪句不对咔咔的，就带个说话的浪的。他吧，你感觉好像没骂人似的，就是不注意的时候就骂了一句，就没感觉要骂人的时候不注意就出来一句，挺有意思的。慧儿结婚没有？
婚还是没结婚？离婚好几年了。自黑。感谢慈山龙王哥，谢谢谢谢。别着急别着急，慢慢来。用橘子喝橘子皮，橘子皮不上火吗？喝着淡定啊，淡定。我怎么感觉第一个字要说不出来似的。多喝点水啊，到时候晚上吃点芦荟胶，含嗓子眼上，就能好一点。咱们啥方法都是。罗汉果妹妹，河胖大海，金银花，菊花，这孩子学坏了。没有没有，勾叔来了吗？看看勾叔在不在？勾叔在的话，你说句话。勾叔呢？勾叔不在呀、啊。那勾叔火了。来了没有做摘任务，宝宝把摘任务做一做，跟你们聊聊天，一会儿唱歌，嗓子有点没开似的。去年穿的衣服啊，去年穿的衣服，今年也能穿，也没坏呀、啊。我穿衣服还挺节省的，也没变形，也没缩水，也没起毛。证明没瘦，还能穿。嗯，我知道，他跟我说了，军医回家，嗯，还每天跟你们抢票呢吧。嗯，现在就差个倾城哥了哈。给我地址，给我地址，我是不是给他邮过去了？我就先替他再穿一穿呗。头发扎起来好看呀。好看吗？头发扎起来脸就大了。你头发挺多呀，少多了，天天熬夜熬的也掉头发。不眨了。脸本身就挺大嘛，脸大富态。谁开导我说的了？嗯，这脸也不行。贴心饱满，地阁方圆，万夫相。你们有没有觉得我很富态一个人？富态吧，就是对我好的人都忘，对我不好的人都不忘。真的，好几年了，我找着规律了都，最起码是三年。你们好好想一想，不用说别的哈，嗯，就说歪歪吧。你们懂得就好，对我好的人都挺旺的哈，对我不好的人都不旺。继续吹，能不能让我跟你们聊会儿天，找点话题？眼睛那什么是不是小了点？我眼睛本身就可小了，瘦的时候好一点，一胖就胖没了，再一哭都睁不开了。所以说我有过忘挺有福气的人，跟谁在一起都有福气。就连以前处对象都是啊，我也不跟你们避讳哈、啊、以前这个哪个人都处过对象，没有什么跟你们避讳不避讳的，你们也不要想多啊。
就跟以前处对象一样，处对象跟谁处对象谁好，一处对象黄了都不好了。这好像不应该说对象的问题哈，但是挺正常的呀。就不管是不是主播，谁都处过对象，你们别介意就行。好像处过几个对象，处过两个对象。还有一个说不处，说处不处，半处不处吧，连手都没牵过。那不算啊。我跟你们好像说过吧，这半处不处那个对象嘛，长得特别像这个俊浩，第一眼就看着俊浩的时候给我惊呆了。啊，这个没啥，就唠嗑闲唠嗑嘛，就当朋友一样，就跟家人一样跟你们聊天，没有什么可避讳的啊，你们也别想多了，因为把你们真的就是不当外人了，不管是新来的粉丝还是老粉丝，咱们就正常聊天，特别像，但是丑越丑越不像。耗子躺枪毙了。现在耗子长得一点不像，就是当初就是第一次连麦那个视频特别像。耗子太磕碜，是挺磕碜的，比他长好看多了。那时候多大呀？那时候十八九，好像十八九。眼毛是粘的，那时候连手也没牵过，反正就是感觉像是处对象，还感觉不是。早恋啥呀？早恋，我二十一才会上网，十年前事儿，我现在三十多呗。以前不会上网，微信还是这两年会的。啊，没事儿，有啥不可以讲的？有些东西就是挺平常的，你们太敏感了。在场的我就不相信啊。我说为啥不让说，海川哥来了，那有啥不能说的呀？哎呦我天，哎呦我的天哪，你们可真是的。走了，吓跑了。让你别说，你就虎了吧唧。让你别说，哎呀，没事儿啊，哎呀，我的天哪，开错号了。谢谢华哥，谢谢，把华哥抱一下啊。那八卦你们啥都信，那你们还不知道八卦什么样吗？没不理你们呢，多吃点梨啊。谢谢华哥。华哥给你唱首歌啊，反正我要不今天我不给你唱了。得陪你聊会儿天儿吧，啊！要没啥事儿的话，就聊会儿天儿。正理呀，文姐告诉我了，把我告诉好几个秘方，她没事总吃的，
告诉我，菲儿那个，吃点这个，我也经常吃，可好使了。我俩没事就经常沟通的。小猪妹还告诉我，没事经常吃的，都告诉过我了。谢谢华哥。华哥，你想听什么歌？我给你放一个吧。你听这个好听不？反正我就最近这个挺喜欢这个歌。女主播啊，女主播我比较欣赏的，呵呵、娜宝、文儿，还有沈曼。女主播欣赏很多，这样他们都是非常努力的主播。我不说谁不好，我说谁好。这些人呢都是自己有一定的这个粉丝。歌名叫问情，你看，就今天就给你们讲一讲这些主播还有男主播，给你们讲讲八卦哈。为什么说欣赏文儿呢？一身就是说文儿属于，声音太大你们能听见吗？在八卦主播，文儿属于一个特别活泼的一个，非常正直的一个人，正能量。对，呵呵呢，呵呵属于一个，挺温柔的那种，嘴。从来不说乱码七糟，我非常欣赏这一点。我不说他，我只说我喜欢的人哈，喜欢的一个人。呵呵属于一个就是非常努力的主播，开的直播时间呢挺长的，性格挺好的，而且，嘴从来不说，就是说，从来不那么碎啊，从来不那么碎。再一个就是，现在娜宝。娜宝给我感觉一身特别一身的正气感觉，虽然说我俩唱歌的风格不同，但是那种特别正气的感觉哈、挺好的。从来不说我俩的嘴都一样，对，英气，对对对，那种飒爽的那种感觉。因为老你管叫老姨，你这都比较老了。说说菲尔啊，菲尔就不说了。是军人啊、是军人，而且不会唠嗑，我俩那次连麦，歪歪两个嘴最笨的女主播在一起唠嗑唠的稀碎，还有那天我看录像的时候还看了，唠嗑唠的稀碎，不知道说啥。他在我这没画面，好坏我都不说，不要提他。挺有意思的。不说，说事儿人家也不说。不用禁言，不用禁言啊！禁啥言呢？在这想说啥就说啥，只要不挑起什么战争啊，不对着骂呀，就没事。谁都有权利在这公屏说话，是不是？你这公屏不就是说话的吗？随便说。我挺佩服，我为什么说对？还有一个曼姐，为什么说我佩服曼姐呢？我佩服她的心态。你不要说，你不要说这个那个说怎么样，一般人的心态不比不了，真的比不了曼姐。我非常非常喜欢她那个性格，她也是一个挺努力的主播。我相信曼姐不会止步在这点人气啊，或者是礼物什么的。她的起步，我觉得今年会起来，我挺看好的。文啊，文姐，文姐会越来越好的，她挺得人心的。文姐做什么事都会让我佩服。老大今天穿上环马甲了啊，恭喜你。男主播欣赏谁啊？男主播，我还其实我男主播还不经常看谁，这些都是我经常没事去溜达一圈了什么的看一看，但是还是以前看的，现在没怎么看。天佑，天佑也去过看过，阿哲也看过。非常有激情的那种感觉。
小鸭子，大衣哥都挺那个啊。对，男主播我挺欣赏九居，我也不配那啥小心白脸就，因为他喊麦挺有气势的，嗯，感觉不一样。王冕，我不怎么经常去看，因为很少去那个啥，一会儿被带沟里来。我经常看华哥去了吧。还有谁？韩立我去过，就看过一回。洪涛也看过，这些怎么可能没看过呢？这都这么大的主播。田勇那不知道，那不在歪歪上别想混了。天意看过，他给我最深刻印象就俩大眼镜儿，可卡哇伊了，有时候感觉。张小磊确实我也挺佩服他的，他是老批主播起来的。应该是我听说哈，但是我不是那个时候我都没有玩歪歪，那个时候我就记得他这疯狂六百秒是不是的，还是我记差人了，记串拔了。找着找疯狂六百秒是谁的了，都记串了。怎么换话题了呢？咋的了？危险啊！哦，我懂了。换回来。换话题。谁在转播我呀？说说脾气啊，脾气就不说了，再说头发都掉没了。对，真爱讲讲讲真爱，做一做真爱任务，嗓子有点哑，先说说话完了再唱歌，抱歉。哎，有知道这个叫无奈的思绪，我挺喜欢这种节奏的老歌，但也在直播间不经常唱，做好自己的。你也能火，我没火，你看我才4000多人，是不是？所以说，菲儿只是个妹妹，需要大家支持。有票的走一走票。谢谢拉出来，谢下午茶播。哎呀，有黑粉就有黑粉嘛，能，哎，就有的时候还以前我也怕这个怕那个，就什么都不敢说。481是美国会，481就是我的公，我现在这个公会。嗓子都哑了，有点哑，唱一个这个歌吧。心痛得无法
情，眼睁睁地看着你却无能为力，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10个的记着刷一下10个，一会儿抢票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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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宝宝。哎呀，保姆，我家保姆没来呢，谁替当一下保姆？哇，我的格度已经满了。谢谢虚色曼特罗哥啊，谢谢，哎，谢谢那个明顿哥，谢谢 好多没有感谢过来的哈，你敢让你老大你这根，他是让他稍微改改词，你私密他一下。没有抢票的哈，把那个那谢了，都是自己家人。你太拿不自己当外人了。自己家更要感谢的。在梦里一遍遍呼唤你的心灵，期待远方的你没有答应，偷偷低吟凝望着你的身影，不敢看你柔情似水的眼睛，就这样一天一天虚度着光阴，直到听到那一句我爱你，
我的心灵，它越靠越近，难道这就是传说的爱情？是这样的哈，还有普洱是茶吗？啊，他就写普洱，能这三个说。谢谢丹静哥，谢谢，冲啥第一，咱们就不淘汰就行。你冲第一。啊，冲第一，不用冲第一。我也不会买普洱茶呀，啥样的好啊？要掉一名，只要不掉到第八名就行了。你始终出现我梦里，爱你爱得那么神秘，想你的时候感觉是那么的甜蜜，就像春风掠过心底，许下心愿在心底，就这样一直陪伴你。孤单的时候想起深爱着我的你，就像花儿开在风里，爱着你爱着你，就这样风化作相思的雨，在爱的世界里，你就是我的唯一，一生一世把你珍惜。欢迎三郎哥把三郎哥抱下，欢迎我家君回归啦！现在四大天王哈，就差一个啦。你始终出现我梦里，就这样一直陪伴你。孤单的时候想起深爱着我的你，就像花儿开在风里，爱着你爱着你，就这样我爱着你，春风化作相思的雨，世界里你就是我的唯一，一生一世把你珍惜，许下心愿在心底，就这样一直陪伴你。孤单的时候想起深爱着我的你，就像花儿开在风里，爱着你爱着你，就这样我爱着你，春风化作相思的雨，在爱的世界里你就是我的唯一，一生一世把你珍惜，一生一世把你珍惜。说什么说什么，大家不要跟他，不要搭理他这些，不要接茬啊！他永远都不懂什么是票，他永远都不懂什么是假票。
准备抢票了，还有一分钟啊，还有一分钟，姿势一会儿告诉大家摆好啊。看现在是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没有刷一毛一毛，不是没有刷一个的哈，刷一个，谢谢宝宝，谢谢谢谢。嗯，假票啊，等过了今天之后，就让他看再来一波假票。嗯，等明天之后再让他看一波假票啊，又来一波。僵尸一号，号满的宝宝，号满的换一个，换个小号，号满的换个小号，接着来。哎呀，我的手机呢？还有20秒啊，还有20秒，准备好姿势啊，准备好姿势，还有10秒，还有10秒，还有5秒，抢票啦，抢票啦，准备好姿势，抢票啦！情靠近，哇，52666来塞啦，520你该换号了啊，520差不多就该换号了，再来520你就装不下了。等到那个那什么的时候，咱们再来一波假票哈。没谁了，没谁了啊。1314之上的啊，到时候有1314宝宝，有1314之上的宝宝，到时候我给你们拉个群啊，到时候你们那个我关直播的时候别走啊，咱们家的宝宝抢票的宝宝别走啊，到时候我给你弄一个群，咱们好好那个好好统计一下啊，完了到时候刷哪个啊，此号一满牛叉。反正你的脸我的心像触了电，这种一定的感觉我无法用语言，想凭空许个愿，七巧月老为我们牵一根红线，想着你的好，我的梦是那么甜，这种等待的心情你能否看得见，风儿好缠绵，多给他留句言，让他告诉你今夜我又失了眠，我自从去年吃了这亏之后，我就吃欠宰制，什么东西不能吃第二次亏。看着你的脸，我的心像触了电，这种迷恋的感觉我无法用语言，缘儿缘又缘，我想凭空许个愿，七巧月老为我根红线，想着你的好，我的梦是那么甜，这种等待的心情你能否看得见，风儿好缠绵，我给他留句言，让他告诉你今夜我又失了眠，哎呀。
歇会儿，一会儿又压了啊！妈呀、谢谢啊，感谢大念哥，谢谢宝宝们，还有好多没感谢的呢。还私聊我说咱自己家人都不用那么磕碜。500个免费票卡黄，咱自己家的宝宝哈、先别卡，别着急啊。完了给听菲儿指挥，这样对菲儿往后越走越有这个越好啊。咱自己家别着急，别家的宝宝如果想卡黄的话，可以私聊卡黄免费票是500，付费票是350。我能加入吗？可以啊，改成六九军团的马甲，我们家随时都欢迎大家。卡黄够不？应该够了。管理找一下哥呀，你那个点点点这个不好复制啊，嗓子有点哑。今天早上头疼，都起不来了。淡定哥，你这名字看看叫的多好，为什么情绪如此不淡定？咱菲儿都可以加入咱家啊。咱们家气氛其实挺好的，就跟现实朋友一样，天天呼哈的聊聊天啊。还有5D的宝宝给菲儿刷的礼物，谢谢宝宝啊，谢谢，好多没有感谢到，太累了吧？一天3个小时睡眠，今天多睡了一点，今天睡了5个多小时，嘿嘿，想勾熟了。可能直播时间不是太长，但是我都是一直陪着我们家粉丝的。我们家粉丝看他们聊天都可精神了，天天后哈，昨天晚上笑得肚子都疼，本来都困了哈，出现了一个勾熟。我给你讲讲勾熟是什么。勾熟呢，他没有改六九军团马甲的名字的时候呢，我估计他应该也是年纪应该也是中年左右。没勾那个，谢谢点点啊，管理找一下啊，好像不好找，要不点点让你私密我一下啊，你私密我一下，因为叫点点特别多，谢峰哥。怎么说呢，我告诉你为什么叫有勾中年大叔呢，他刚才吧刚开始没有叫中年大叔，我说那中年大叔有我家的真爱，完了天天都陪我抢票什么，我说哥，我说那个中年大叔，我说你把马甲改成咱家的吧，他说好的，完了就去改去了。等我再进直播间的时候，粉丝就说你看看中年大叔改名了，写成4823有勾，中年大叔够卡黄不？你私密一下我应该够了吧？我说这怎么的还想要点大叔怎么还要勾呢？完了之后哈，粉丝解释不是那个意思，他说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明白了啊。这个4823后边不有个符号吗？他就找不着这个符号，他瞅着像个勾。完了就打成数字，有勾4823有勾菲儿新个人票，我都没死。当时我告诉你，我肚子笑了，我都困了哈。本来5点多的时候我都困了，给我笑的我一下精神了，一下老精神了，太有才了。这个符号打不出来，搁字儿代替有勾，完了。中年大叔，那我是不是以后我叫那个4823有勾菲儿啊？没谁了，我也笑了，太有才了，咱家真是太特别特别有才。有感觉说有那么好笑吗？只有自己家人才能懂得这乐趣。有吧，有勾必火。我笑得不行了。大叔必火，完了非得要改，你这么完了给笑得不好意思，一门要改名字，我说别改了，别改了。啊，对对点找着了吗？看看是不是他啊？他是个子爵，他是个有爵位的，他没有爵位呀。伟伟，你报麦上去的没有爵位，那个刷礼物那个点点点是有爵位的，男爵，对。你在这里笑过了，也要跟他道个歉。你说是勾叔吗？勾叔还没来啊。感谢迷路。何人哥不在吗？
何文哥应该今天开会吧，没事儿。我相信何文哥不在，咱手也应该没问题吧。感谢迷路的笨笨，这是要卡黄的节奏啊。欢迎后进来宝宝啊，不能大意，怕啥？小心驶得万年船，好事。到时候我不想他开会呢，这两天天天公司有太多事儿了，到时候到那个半夜的时候再叫他吧，哈，半夜的时候再叫吧。哇，什么？发生什么情况了？别人加油，谢谢。小国王啊，恭喜宝宝。三千铁骑在呢，一人来足以三思。我就不用敢说哈，现在就是说可能不用敢说是五千多人哈，因为正常白点我都不稳定，就七点的时候比较稳定。最起码有三千铁骑在，两千看热闹，对，这样算吧。我不。一人一个，你三意思。送我一个，好嘞，都给我准备好了啊。看看咱们家他们口中所谓的屌丝啊，所谓的屌丝什么样子。截图了。搂啥呀搂，咱不淘汰就行，咱们抢免费票，虽然说是理直气壮的去抢，但是咱们不得不说回来，人家是用真枪实弹，一个子儿是一个的，跟咱们就是说比这个票数，没毛病吧？不管是说啊谁被淘汰下去或者什么样，我们占的优势可能就是粉丝比较多，但是咱要低调。也不能飘，人家确实是拿这个没有铁粉的主播哈，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粉丝的主播，人确实拿这个实打实的这个人民币换成票来参加这场比赛，所以说咱们一定要低调，不管是说他们也在抢，咱们要低调啊。虽然说咱们熬夜也是辛苦，我知道啊，可能大哥他们土豪啊，大哥所谓的你们眼中的土豪哈，我们都称大哥哈，就是可能啊没有时间，但是他们这个就是守塔呀或者秒啊都是那什么，咱们但是跟他们恰恰相反的，就是可能咱们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啊或者什么，但是咱们有很多的这个时间，尊重每一个对手，对。这句话说太好了，给你点个赞。比赛这些人都值得尊重。没声音的退出一下。你家缺牛，缺什么牛啊？没声音的重进，完了公屏打了，没声音重进一下，看看谁在呀，帮我唱首歌，我是一个点了，我天天喝水喝的，我都害怕都喝出毛病了，这天天上洗手间，找人拉票啊，你就再找人拉票，刷刷刷礼物的还是咱们家这些粉丝，还不如就这样，就是轻松一点去唠唠嗑啊，什么正常抢票，该抢票，闹闹哄哄的人都吓跑了，你们说呢？是不是？咱正常紧张的时候该拉，咱们也有人拉票，但不用去外界找什么的，就外界该帮的都会帮，不该帮的也不会帮。谢谢。
我就不敢去申明，咱家这一刷好几百个都在这抢，说不过来了。我就谢谢的时候，每次正常直播谢谢的时候，我得谢谢十分钟。没事，从四十的开始感谢，到五十的时候还刷呢，到五十抢票还刷呢。谢谢全是爱。咱家人多。我来了，欢迎宝宝们啊！完了没有点直播室通知，点直播室通知。我家没师傅，就靠乞丐兄弟要饭。哎呦我天，咋整的？你们这意思，你们说你们要的饭都养活了，给菲儿养这么胖呗？啊，下点地，你说这话我就不愿意听，怎么的了？你家有好多大哥都跟着抢票呢，都很低调，好不好？哎，是的，跟我们生气了啊。那你就不用说哈，大智若愚哥，咱家那个大智若愚哥天天从我关直播，基本上半夜一直到早上七八点钟都在这里抢票，十个十个的啊，十个十个都在这里抢票。三郎哥还有三郎哥也在十个十个的天天一宿宿抢票，八海哥有的时候和尚哥也跟着抢。咱们家就根本就不分上下了，已经不分是大哥还是兄弟，还是说是粉丝，还有所谓的他们说的臭屌丝，说咱们啊，都一样的，都是家人。他已经成为抢票，都成为我们家的一个乐趣了，一个游戏了，都已经，并不是单单的就是说啊没钱了去抢票，有钱了是什么？你赞同今天说的话不？不管是大哥还是说粉丝，我们家都是一样的。我们家都是一样，都一起抢票，就像在一桌吃饭一样，他不会拿个盆出去吃吧，指定跟咱们一起吃，是一个道理。可能说吃的比较多。怎么才能有马家呀？我也想当有钩大叔。你已经是俺们家会员了，铁龙啊，就是或者你前面写个数字4823。哎，这是谁呀？1919，我还以为1916咋整？欢迎欢迎宝宝们啊！所以说我们家这个团结，我还真不佩服别人，我也不是吹自己家这个团结，我们家就真的不分上下，也不分年龄大小，开玩笑，有的五六十岁了都跟我们一起在这开玩笑扣字啊，还有的二十多岁，完了我们家还有一个有小的粉丝哈。有个30多岁粉丝，他在闺女特别喜欢，几岁上学的时候，完了说菲儿，你跟我闺女说一句话，鼓励鼓他，鼓励，完好好学习。他特别听你这个喜欢唱什么牛什么牛啊，就看一听歌写完作业就想听你唱歌什么的，你鼓励鼓励他，根本就不分年龄段。我们家老金头都是7岁了，嗯呐，最高的是我知道最高年龄是70岁。嗯，那抢票已经上瘾了。别说我们这两家伙是吗？69岁大叔，咱们家20-30岁，30-40岁，40-50岁，50-60岁，33。完了，昨天晚上我问你多大哈，有一个粉丝更着笑，85。就是这不是聊天吗，我说你们都多大多大年纪啊，因为看马甲打字根本说不出来，有的就是小孩特别说话都特别深沉，有的年龄大的就说话特别开朗。85岁，嗯，人家我在问哈，我问他们就是你是多大，完他给我打个85，我只以为85岁。我说就知道70岁是高龄了，我说85岁，说再开两年你就有没有百岁的看我直播呀，然后他就晕，我是85年的，人家我问多大岁数，没有问都哪年的。有知道的吧，昨天晚上有知道的吧，还给我笑得肚子好疼。昨天晚上都谁在，谁昨天晚上谁在扣个一都知道这个事儿的。啊啊啊！好好，
哎呀，唠嗑都能唠岔题了，真挺服。咱家媳妇特别多，这而且还5点多。哎呀，给我笑的，打字我都不想打了，给我笑的直接开麦笑。而且咱家还有那个大虎，知道吧？咱家成功大虎，边放歌边说抢票了，控他有那个，他都控制不住了，他就笑笑。我说你是不是点笑穴了？一门在那笑，跟我们家粉丝笑得有半个小时。那大虎笑的咯咯咯咯咯咯，一门笑一门笑。有钩数有意思，嗯，有钩数有意思。大虎看见有钩数就笑，都成开心果了。谢谢二，哇，谢谢二泰哥，这叫卡黄啊！谢谢宝宝，谢谢，谢谢雪花，谢谢谢谢。这个药啊就不能搁盖拧，一拧就变味儿了，闹不等的味儿。卡黄卡黄卡黄。礼物我都不会操作呀，你是用手机吗？手机用户有个小小黄色的那个小盒，就是你打字那一横条有个盒，然后那块有个充值，在那儿充值就行了。还有宝宝千万不要加任何人为好友，年度期间千万不要丢号什么的。还有这个管理啊，还有还有你一说私聊的事儿，我就想一会儿再跟你说。管理呀、啊、和那个主播呀都不会去私聊你啊，也不会就是说让你充值啊，或者让你这个充值有返利啊什么的，就不要相信啊，千万不要相信。给个会员管理看一下，宝宝啊，你改一下咱家马甲格式，你改一下会员呗，哪怕你改回来你出门你再改，改没了也行。你起码给我个面子，是不是？你起码我要不然全得上会员了，是不是？你看我给你上会员，起码是我家马甲肉，我大胆的给你放，好多人看着呢，对不对？你改完了之后我给你上会员，你看看你要不改的话，是不是都得要？能上过来吗？啊，对，我们家木鱼去私聊那个私聊谁了，完了就警惕性老高了，直接木鱼是骗子，木鱼是骗子，在公屏说管理可疯了，木鱼私聊我他是骗子。哎呦，也给我笑了，这都是昨天晚上发生的，老有意思了。不客气不客气。你呢艾文，你已经是我们家的会员了，文家的宝宝，哲家的，还有力哥家的，还有那个各个大主播家族的，只要是在这里不骂人的，我都基本上你们不说话我都给你马甲了。笑红神呢，我后边都挂紫色的飞儿了已经，你为啥就不给马甲呢？我喝的汤大海、金银花，还有这么都是中药煮的，就还有长得跟虫子似的那玩意儿，还有跟那树皮似的，完了，还有跟姜似的长的那药，我也不知道叫啥玩意儿，它不是姜，长得有点像，好几种呢，一股味儿，你要完嗓子缓解嗓子的，不是冬虫夏草。我知道冬虫夏草长啥样。欢迎红色警戒哥把我哥抱一下啊。完了现在改喝婆婆丁了，有点上火。他给我开方人没告诉我放冰糖。把打广告那个问最近一下护肤了，还速度挺快，咱家长了。感谢红色警戒哥，谢谢谢谢，哇，谢谢大哥，谢谢谢谢，别冲动啊，别冲动大哥。守塔啊，晚上守塔啊。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谢谢。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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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家的宝宝哈、啊，平时没时间的年度都回来了，谢谢大家，谢谢。感谢红色的。红色哥呀，好啦，这可以啦。大哥就不要出手。谢谢谢谢谢谢。就给你们放一些我喜欢的歌，平时不唱的歌。啊，谢谢。大哥呀，晚上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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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谢谢火枪手哥，谢谢谢谢。红色警戒哥昨晚上跟着抢票了，感谢二耳泰哥开的男爵，谢谢谢谢，感谢宝宝，谢谢宝宝宝宝啊。雨淋湿了我的委屈，你悄悄的出现。谢谢，有这几个大哥就够了，不用和尚哥了。啊，和尚哥现在挺忙，我就不叫他了。一次次吹起注定，红色警戒哥昨晚抢了多少啊？你一直这家从半夜一直到天亮，以前从来不熬夜聊天，听说。什么时候刷免费票啊？到时候我告诉你嘛。谢二哥、二太哥，谢谢。我一个人在雨里，有谁知道我在等你？怎么进你的群呀、啊？你改好马甲格式，我们家群现在暂时不让外人进了。俺们家有黄淼团，有啊。啥都有，我们家要啥有啥。哎呀，你封他干啥？百万飞傻逼，造假飞，让他说去呗。那咱们啥样，咱们心里明白呗，就当他骂自己了呗。啥都不明白，在这瞎骂，他不傻逼谁傻逼？看着他骂我，我现在可高兴了，跟傻逼似的在这里骂。他们已经这部分人已经让人家灌输思想灌输了。那星星不愿意不让看，不愿意骂我，对，那你们疯吧，怎么着？咱们大度一点啊，咱们大度一点。宰相肚里能撑船，海纳百川。四个字送给咱家宝宝。其实人生啊，就跟其实人生就跟还哥又挣钱了，没有，我就说这个四个字的意思。谢谢影子哥，谢谢。其实人生啊，就像一场游戏一样，别去太较真儿啊，别去太较真儿。我要说啥一下忘了。在生活上哈、啊，在做事情上，咱们要像非常稳重那种人啊。稳重这句话应该怎么说了？我听别人跟我讲过，这都是咱们家粉丝没事聊天啊，教我菲尔去怎么做人，
怎么修炼自己的性格，怎么提升自己，一定要看到自己的不足，去看到别人的优点，来补充自己的不足。凡事不要去琢磨别人，闷头就自己的直播，就挖自己这块地，种自己这块菜。你抬头瞅人家的时候，可能你这块地长的草你没拔，你低头就做自己的事，你一抬头的时候，自己的事情已经做完了。这是咱们家大哥送给菲儿的一句话，我一直都记着，是不是没错？不要东张西望的看谁，就闷头做自己的就对了。菲儿的一年的成长，很感谢咱们家的粉丝陪伴的聊天啊，或者是咱们家大哥平时的沟通，没事就送我一句话，慢慢的沉淀自己。面对人生啊，面对人生如戏的这种社会上，用儿时的心态来过每一天的生活，用就是他那意思说完了我记不住，反正用那个沉稳的，用沉稳最低调的事，最低调的那种性格去做事。回到家里你像孩子，出外了你就要板板正正的像个大人一样，做什么事要负起责任。给骂人的宝宝上上那个会员啊，不管是啥，可能不了解事情，慢慢让他了解咱们4823，了解咱们69军团。今天就跟你们聊聊天哈，也挺好的。慢慢以后备注改成电台了，知心姐姐，心灵鸡汤算不上，酸菜汤嘛。心灵鸭汤。可能跟我3年的或跟我2年的就能感觉出来，我今年的直播状态和去年就很有所不同。给大家听首歌。今年成熟了，主要是自己的心态修得比较好，修心。谢谢真哥，这个不会唱但挺好听的。我文说了永远支持你，你告诉我们家69军团宝宝还有菲儿说了永远支持，来来听首这歌。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会过，人生本来苦恼已多，再多一次又如何，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你就不会珍惜我。千山万水脚下过，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哈，你们在场的宝宝们，不管是上学还是生活上，还是老人中年或是小孩，现在社会上都有很多压力，就看你自己怎么去排除这个压力，怎么去释放这个压力。大多数的人吧，大多数的人都是上班，假如说上班哈，上班或者是老板一样，大多数人上班和回到家也是两种状态，大多数都是这样。所以我还是我哥，谢谢。因为什么呢？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我们有什么事儿都是在微信及时沟通。你别看我不去文儿那儿哈，也不去文姐那儿，还有就不跟小猪就是去互动啊什么的。但是我们私下沟通还是比较多的，就像这个票啊，我们都私下都是互相沟通的。我估计文姐都知道我多少票，我也知道她多少，但是不能说。
我有什么好的新的点子呀什么的哈，我就会我们俩就互相的说一说。我觉得为什么我俩的关系能处到这样，因为有什么事儿关系比较好的会私下的说一下啊，我觉得私下就是通知一下对方没毛病，就哪怕说我俩是一个组，我俩是对手，但是是还是有一部分多，正常能比赛吗？心机文，他怎么能算是心机文呢？他也没去害人，也没去抱你家孩子跳子，人家就开开心心的，每天呢就是给你啊，每天骂我的都不疯，你们太那啥了，骂了还是哐一脚直接双疯，连文字都不进，你没谁了。哎呦，你看你骂文，你们这么急眼太不行。其实文姐是一个挺用心直播的人，看直播的什么，假如说今天什么，假如说那叫怎么说了，跟我说的。你不说别把人家过来，就是直播嘛，就丰富自己的直播，私下还是很下功夫的，很下功夫的。啊，三郎哥你下吧，我有事给你打电话啊。好嘞，去吧，拜拜拜拜。那私下还说，哎呀，真的，我特别佩服你家的刘友军团宝们。不光是说啊，就是有人说啊，表面怎么地的，背后的你知不知道完事？哎呦，我说你可拉倒吧！说凡是跟我说这些话人，在我心里边一啥都不是。我多大人了，我看不出来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啊？哎，毕老爷来了 ，Hello！ 今天那个佛像女神加油！谢谢，哎呀，可不用刷了。你老丁说，就自从你第一次来我家之后，我没事我就去看你直播。你到谁家了，你就老丁说给，哎，记者嘛哈，就是，什么什么权呢？就要刷十个，啊，要刷十张票还付费呀什么？说啥我忘了，当时给我笑喷了呀。嗯，战地记者小号。我就记着点，反正你没事一来估计都会在公屏里说，不用我记着。我给你透露个消息哈，你听不？给你透露我的一个特大的一个消息，绝对是 YY 第一爆料。好嘞，转播费。好吧，那我就不说了。战地记者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第一线的那种一线记者的意思啊？哦，一线记者都很辛苦啊，我们家不挂任何的广告，贝尔不做任何担保，也不宣传任何东西，那都是假的，反正都是假的。就是有生命危险的记者啊，这么回事啊？没事，大家也多支持支持啊，不容易这样的记者。第二麦是海川哥吗？不是，是华哥。行，飞飞可以改一下马甲歌式啊，就这样陪你聊聊天，你们不觉得没意思吧？不唱歌，你都劝我不让我唱太多。那个胖啊，我手机是不是在你那儿？通过一下，我这没上去啊，微信通过一下。听都听麻木了啊，那谁在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哑。谢谢哇哇哇哇哇，谢谢五哥。
给你们分享哈、啊，平时我不唱的歌，还欣赏的歌。感谢人说，这是啥时候的？谢谢东北，谢谢斌哥，轻轻松松的那种感觉哈。你现在已经是菲儿的马甲了，人呀，为什么要这么说呀？那个，你第一个字念什么？后边一个王，下边一个八念什么？歌名叫记事本。我就有的时候可给这个宝宝上下会员啊，我是你师父，你叫什么？爱的痛你能不能不说谎话？俺师父都木有歪歪，现在都不玩呢，现实忙都忙不过来呢，念天啊。菲儿好，宝宝好，把这家宝宝好，谢谢宝宝没有过摘肉的，把摘肉过一过，一天没过嘛，今天实在是特别不舒服，开那也不能不开，陪你聊聊天，嗓子有点哑，不行啊，就是那也得坚持开的。加油，也为你的主播加油，注意嗓子。好的，谢谢冷月。年度挺累的嘛，还好。谢谢宝宝们来看我，心累吗？心还好，就操心的事儿比较多，可能，我要统计很多东西。感谢迷路的笨笨，谢谢。开真爱的宝宝，记得做一下任务。哎呀，就这么跟你们聊天的话，我播到半夜也不累挺啊。反正没啥事儿，加油哈！右家的宝贝也加油。谢谢静静。今天我再唱歌，我怕明天真唱不了，现在就有牙的有点疼啊，我还怕明天大劲儿了。现在也能唱，但是特别哑，就是。好嘞。一会儿给你们唱一个嘞，好了，聊聊天完了，等会儿再给你们唱一个啊，少唱点，不是不唱啊，少唱点，谢谢宝宝的免费票，谢谢静静。你全给我们唱跑了，我一唱铁粉跑了，游客留下来了，我估计会是这种效果。看着太揪心，有的时候在群里边哈，铁粉群里边就是看着心疼，就骂上了，尼玛看不下去了，走，看着个心疼。我把铁粉唱跑了，我都没谁了。你们这是当给我觉得干嘛干嘛。徒弟，曼妮在，要曼妮，哎呀，曼妮来了，耗子去吃饭去了，报一下曼妮，曼妮在吗？曼妮咱们在麦序上，我这才看着哈，什么时候来的？没注意。曼妮，你要再话晃一下麦克。你要不出视频跟大家？你能出视频吗？不能出视频就开麦。你晃一下，我看你在不在。晃一下麦克风，那小灯。我们家不挂广告，多少钱也不挂。挂广告我都是给粉丝看的。我们家不挂广告。以前我不懂也挂过，后期知道了就不挂了。坑的全是你最爱你的人，也是最信任你的人。要不然谁会相信你的广告？只有相信你才去买东西。
游客很坏吗？游客不坏呀、啊，每个游客心都是善良的，但是，看你第一眼看的是谁，看你的心里边第一个接受的是谁，或者说第一个认同的是什么事情，所以说他就会导向什么事情。出不了视频，那就给大家唱首歌吧。我正好上个洗手间，跟大家聊聊天，完了刷那个票票的，完了你给我谢谢一下，完了人家点点关注哈。好像说你好像，我像你前妻，你前妻多大？我为什么不像个好人呢？我属于大众情人。泥儿利尿，你们说话太直接了哈。师傅，开表不是别人师傅，放正也行。那开不了就开不了吧。啊，宝哥说那个行，看那个，风小真，风小真是一个挺好的，挺好的。他是一个才艺主播啊，自己也有很多铁粉，都是不错的主播。前三有什么呀？前三就是。官方给发的一些东西福利啊或者是什么，主要哎，这东西主要就是这个名次嘛，就是荣誉不一样。你可别推荐其他主播了，你推荐一会儿把你人推荐没了。四号欣赏嘛，欣赏不代表别的，不许说其他。好好好好好，你瞧你们小心眼、啊。好了，来慢点唱吧。啊，师傅你去吧。你们又要欺负我是吗？大大们好，给你们唱首歌听啊。没化妆，不跟你们出视频了，给你们听听歌吧。大大们好，你们都是高一辈的人，我得乖乖的听话。火红的太阳映红我脸庞，清爽的微风吹醉了心房，热情的小伙闪亮又豪放，张开了臂膀想要去远方，清新的湖水依偎着山岗，奔驰的骏马追逐着牛羊，多情的姑娘温柔又漂亮，渴望和阿哥一起去远方。谢花哥，美丽的大草原，绿色的海洋，喝着的马奶酒燃烧了胸膛，烧得我脸庞红了脸庞，我要唱起情歌满天飞扬，美丽的大草原，绿色的海洋，听见了马奶酒心直在荡漾。谢谢红色姐姐哥哥，谢谢谢花哥，谢谢所有宝宝们的礼物，谢谢你的胸膛宽广和草原一样。谢谢谢谢谢谢花哥，谢谢谢谢红色姐姐哥哥，谢谢感谢大大们，谢谢珊珊。你们谢大哥，我就谢谢大大们，感谢。购买车载 CD， 并做舞曲转销，湖南常德阿呆，联系 QQ 86224590。你去吧，师傅。清清的湖水依偎着山岗，奔驰的骏马吹醉了牛羊，多情的姑娘温柔又漂亮，渴望和阿哥一起去远方，美丽的大草原，绿色的海洋，喝着的马奶酒燃烧了胸膛，烧得我
老师让票，正常正常抢票，正常的抢个票。谢谢陈哥，谢谢燕子，谢谢赖皮，谢谢现实，谢谢豆花哥哥，谢谢香玉，谢谢哀，谢谢克尔沁，谢谢小扣，谢谢爱上菲儿，谢谢咱家学狗们，十张票十张票往这走一走，一会儿五十分的时候记得大家整点抢票啊。谢谢红茶哥，谢谢金墨成商，谢谢山哥，谢谢北明哥哥，十张的往出刷一刷啊！谢谢 Love 哥，谢谢真豆，谢谢金泰熙，谢谢饿狼传说哥，谢谢飞儿不来，谢谢子夜，谢谢兵哥，谢谢正太，谢谢牛牛，谢谢淡然，谢谢手机微信人，谢谢凯哥。这首歌名叫做《美丽的大草原》，这首歌名叫做《美丽的大草原》。我给你们找找，不要停啊！早不要停，不要停，刷一刷票。想听红山果了，你再等会儿给你们唱红山果。十张票，刷刷。你是学会唱了吗？这首会，不要停嘛，会。哎呦，有词儿了！天哪，厉害了！谢谢乐乐，谢谢一如既往，谢谢一个棒棒糖，谢谢老吴，谢谢叶枫，谢谢无名指，红山果 ，Hello 哥哥好，能不让我叫哥，能让我叫大的，对，拉票神曲那是必须的，不要停，十张票往这刷一刷，不要停，谢谢晨晨哥。谢谢五哥，谢谢大指挥，谢谢君子，谢谢韩，谢谢光头哥，谢谢红哥，谢谢情商，谢谢暖男哥，谢谢疯子，谢谢手机没有流量了，谢谢就是玩，谢谢水宝宝们，要是没有念过来的，可能就是这票发的太快了，就是念的有怕把你们落下了啊，谢谢水宝宝们，谢谢绿皮皮，我就记住你了，绿皮皮，还有这位叔叔呢。我心里没想念我是生中没有勇气在梦里一点点呼喊你谢谢祥子谢开心就好谢轩月哥谢一壶酒谢被冷漠谢走一走谢灰针就这样一点点地许你的光阴
了，我去，谢谢楼上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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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停，继续。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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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谢谢无畏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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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你还休息会儿？刚的。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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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谢谢洛姐，谢谢为你变坏，谢谢刚哥，谢谢八扎嘿，谢谢谢谢谢谢平安幸福，谢谢一生，谢谢洛姐，像谢谢谜一样的男人，谢谢不醉不归啊，谢谢大家所有宝贝们啊，撒了嘿哟，么么哒。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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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谢谢谢谢天下，谢谢谢谢。我没看着哦，直播不要不要不要停下了，哇！一生也散了，剩下我一个。是不是我上次还是 OK 让我休息啊？缘分已尽了，那就来吧，坚持。那就我来吧，到时候我给他们倒个香。那师傅，我帮我把头发梳一梳去啊。嗯，去吧去吧。啊！谢谢谢谢，我没看着，我没看着，他们给我发的截图。这是放的视频吗？不是啊，是直播，正常那个直播。咱们家的那个大哥可能没有时间，咱们家的宝宝都准备一下，今天晚上收塔就行了，不用多了，咱们家所有的人准备一个1314就够了。这次说的是谁呀？我准备抢票，还有一分钟，还有40分钟，还有40秒。谢谢宝宝们，谢谢谢谢，收了吧师傅，我基本上收徒都上门去收，看人品。这辈子唯一做的一个失败的事儿，就是收钱收了一个。收徒不收钱，看人品。完了那个，上门来找的，这玩意儿都是相互的，就是相处，处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行那个啥了。还有10秒啊，还有10秒，还有5秒。抢票了啊！抢票了，6666，我去，6+1，发啦！发啦发啦！截图给我看看，感动一下。好的。其实今年收获蛮大的。收男主播收啊，只要人好就行。前提是家庭条件要是不是特别好的，虽然可以带带你。关闭说还忘了，我都说了抢票了，抢票了，别收了。开始看那个啥，抢票时代，哇，188，这都是宝宝坚持住了，坚持住了。只要你们坚持住了，总有坚持不住抢票的。慢慢人抢票就少了，剩下全是咱家的。谁也别跟咱们家抢，抢一个宝箱里边少一个。哎呦，昨天晚上真的抢了一晚上，有的一个没抢着啊，完了还坚持抢呢，我就不信了，抢一个我就给别人多攒10个，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是有的真的，咱家这毅力真是，我佩服你们，第一。起码不管别人说是不是第一，在我心里边你们是第一。
毅力真的太强了。生我吧，我想做主播，不收。夏天姐，你这话是不是飘了？敲新卡有什么用啊？没啥用，没啥用。谢谢刚哥，刚哥昨晚也抢了一宿，大哥你也别抢了，你就留着得了。抢了一宿也没抢着，给气够呛的。我就跟你们也一起抢一抢，抢抢抢。大哥你留守塔吧，你别抢了。抢了想把手机砸了，这就是练你们的性格。感谢刚哥。完了，那个文宣部啊，我这两天唱的那个神曲儿，完了你做一下那个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哪怕说有瑕疵也没事儿，要的是那种感觉和画面。完了到时候文字和截图还有年度这个票，完了到时候给我留一下，挺适合那首唱，哪怕唱的不是特别完美，只要感情到位就行。收到没？收到给我扣个小一。你扣啥小一，你又不是文宣部的。感谢一下随缘哥，大哥们搜塔不多，一人一组一三一四够了。我就不惊动大哥了，我就不打电话了，害怕给他添乱。咱们能晋级就行啊，不用太往前跑。为什么呢？一定要低调，私聊我的，你们都飘了，说那些话，低调。除外的可千万不能这么说话啊！越是要这样，咱们越要低调，懂不？嗯，谢谢宝宝们啊！我们不要低，我们的画面已经是前三的画面，已经知足了。知足者才常乐，咱们走哪算哪。哎呦，为啥你瞅见了？真是的，瞅见了，瞅见了。给马甲有啥待遇啊？给马甲就是意义不一样。谢谢刚哥，悠着点，刚哥啊！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也要拜师，爹啊，别拜了。我还得给你钱。继续聊，你忙你的。嗯，段子上火了。什么是段子上火？你说恋奇1990吗？嗯，他们有个宝宝说给我截图了1990，还有这个争什么争。谢谢宝宝们。嘘，存多少张？你私聊告诉我。一三一四就换号啊！完了，一三一四换号，告诉我一声。后肚子你飘了，下了。好的，拜拜，刚哥，你去忙吧。你们都挺忙的，我都知道。卡黄是350个个人票卡黄。这什么歌啊？这歌叫缘。我给你今天就给你们唱唱老歌，有味道的。可能唱不出那种感觉哈，模仿。毕竟挥挥手，暮暮送你走，才觉得心里好难受。你伤着心而走，我忍着泪而流，难道就这样分手？挥一挥手，我不愿你走，可是不见在眼中，我不足忍受。
此情不知何时休。我望着天边的月，也望着天边的星，期待着再相见，彼此的情依旧。莫忘了故乡的雨，莫忘了故乡的人，莫忘了我对你的情意。挥挥手，我不愿你走，可是不见你回头。你消失在眼中，我无从感受，此情不知那何时休。给文静讲到我上个麻将，看见有一个在这聊天，聊得还挺火热的呢。我望着天边的月，也望着故乡的星，期待着再相见，此情的情依旧。莫忘了故乡的月，莫忘了故乡的情，莫忘了我对你的情人。回首，我不愿你走，可是不见你回头。你消失在眼中，我无从感受，此情不知何处休。就是长得有点着急，大叔不要这么说。欢迎香姐，把香姐抱一下。Hello， 怎么香姐又尊师小敏感嘞？难道香姐又喜欢麦乐？为什么大突袭？谁见过有喊声音？是不是他？知道了，知道了。感谢那个宝宝给我的饲料啊，让我开心一点，心情一定要不要暴躁，要不然我们的心情就暴躁，比你还严重。尽量，我每天开心的，不让你们有情绪啊，我也不会有情绪。谢谢，感谢大同小一哥，谢谢手机新人，谢谢宝宝们的礼物啊，谢谢。咱自己家的都特别熟悉了，我就有的都没卸了。谢谢谢谢谢，但是我就看见了，还有那个新手宝宝啊，谢谢谢谢。来个马甲，管理给上个马甲，少唱歌，好嘞。哎，这个歌我想起了一首歌，我听过。有点跟父亲有点像，我看你不有知道叫什么歌的啊。看有没有知道叫什么歌的。几个徒弟啊，有一个九耗子甜儿甜，那你四个徒弟。我先下了，拜拜，香姐。以为离开你眼前，我就能自由的飞。
云飞是我弟弟，云飞是我弟弟，那个还有酱宝不是吗？酱宝是妹妹。你总是笑着去安慰你们小姨子。他不是我徒弟。每当我拿起你的照片，觉得那么遥远，不再是那张年轻的脸。误会了吧？直到泪水沾满双眼，坐在你的床边，多想把有你的回忆。耳朵不算是我徒弟呀、啊，耳朵的师傅是毕老师。那个时候新人比赛的时候是临时绑定的一个师徒那个关系，那个号绑定，他是有个任务的，所以就是冒充了临时的七天的，连带吧，算连带的。他不是我徒弟，不要烦了。那不说了吗？徒弟就四个，九、耗子、条条，那你，谢谢大头小一哥。还有一个关门大徒弟叫南英哥，被瞎说，云飞也是妹妹，对，云飞也是妹妹。我不认识你说的人，你记差评了吧？自由的飞，一个人去承受外面的疲惫。当我觉得失落时，你总是笑着去安慰。留给自己的总是孤单和憔悴。每当我拿起你的照片，觉得那么遥远，不再是那张年轻的脸。我怎么不认识你啊？你们都是有个统称叫俺的粉丝啊。歌名叫有你，是哲哥的一个新曲，新首发的那个新歌，歌词挺好的。我挺喜欢这个歌词。在我生命里，用一生的时间把所有温暖给予。你们知道这首歌的大概意思是什么吗？你们知道这首歌的那个大概意思啊？知道啊？怀念父亲，对，挺触动人心的一首歌，感恩父母的，对对对，哎，那我就不用多说啥了。我再给你们放一首歌，看你能不能听出来是谁的歌。等我学会了给你们唱。刘德华，你咋那么能扯淡呢？这消息都挺灵通的。等我这歌学会了，我找你们匹配一下啊。
歌好学。来学学啊。不行，这太快了，我有点跟不上。还没看呢，有时间我去看一下。我这才知道没有多长时间。咱这咱这歪歪主播都行了。对成前后为你付出这么久，怎么还不如一只狗。我长得帅有肌肉，会唱歌有荷包厚，懂激情会温柔，都起来了。甜蜜的电流带着旅游带去山谷吧。 MV 可性感了。那给这歌不挺好听吗，小猪们？你们不给力呀、啊！挺好听的，你唱有你，有你那个歌。其实我唱这个、那个啥，不是说不好听那个，你们大概都知道我唱歌的风格都是比较，就是节奏感比较快的，那别无所求吧，别无所求这个，它太慢的那种，对草原的那种风雪的快，因为我偏向那种风格比较多，像那个你说的哲哥的那个有你，它是一种。内涵比较深的歌不好学，可能学皮毛学不了那个里边的那种感觉。嗯，歪歪谁还出新歌了？我给你们放一圈，把我们这歪歪主播发扬光大了。谢谢顿明哥，文静的。文静的什么歌了？民族。
好好好，不放不放不放，小心眼儿。理由，找找理由。你戏咋那么大呢？大不大不都得直播都得活吗？谢谢谢谢顿明哥。听歌，我又没说别的。看着你深情的眼神，幸福的香吻，我真的动心。当远方已经来临，恋人的心不敢靠近，谢谢这就是没有理由的爱情。跟你们聊会儿天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爱上你，我不是故意。可以放感动一下。我知道这条感情路很难走。真有人闭麦啊，我给发个字幕。我明白等待的爱永远没有尽头，让时间不再停留，用我的真心享受，天长地久不需要理由，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就已经足够，愿付出我所有。你们没谁了，谢谢谢谢邓明哥，好好好，以后听你们的好吧，啊，但是也得听我话啊。唱我的呀，我的歌就是给粉丝写的一个陪伴，对我都宣传宣传是不是啊？我的是陪伴，是这个歌。谢谢顿明哥，哇，顿明哥，顿明哥，你要陪我熬夜了，你不要这个样子啊，要说卡的。送给所有的这个支持歪歪主播的所有的粉丝，这首歌我也代表歪歪所有的主播送给所有的他们支持的粉丝，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有一份长久。感谢东哥，我好像第一次直播就这么乱了，感觉。你是不是飘了？我就问你，啊，你们是不是飘了？我的歌好听，我的陪伴好听，还是玩儿的理由好听？你们是不是飘了？你知不知道现在搁谁直播间呢？怎么这么不会唠嗑呢？所有的阻碍一起携手走过岁月，依然舒心，望月拥我才华。到那文姐那儿就说，非是陪伴没有理由好听，到我这儿你就说陪伴没有理由，没有陪伴好听，你们这得不行，你们那我告诉你们一定要反应快，是不是一高兴文姐啊全给我上花，假票女王谢谢称赞啊。想多了，欢迎六哥，
等我再修炼修炼再找你背诗好吧。行那天还丢了一次，不敢加人了。谢谢理解啊，你要讲。华哥，你是在这儿发号呢，还是真在这儿看我呢？稍微有一点肿，还能看出肿来吗？今天不肿了，还有说饲料我眼睛还肿着呢，怎么感觉？像这种广告，我直接给它封了就行。我家大虎都，我家大虎都整成那啥了，啥玩意都得问一下，都整出职业病来了。就像这样大虎你就不用问，直接给他封打广告，他属于广告类，直接给他封出去就完事儿。害怕给封错人了。欢迎月光哥。还有什么歌？燕子会是失去你。谢谢六妹儿，天亮了，天亮给你放那个啥吧。谢谢谢谢。刚才那是什么告白？是谁的歌？太好听了！你是不是飘了？你非得原创歌曲，原唱歌曲，你是不是飘了？这俺的粉丝这都不知道，真打脸。感谢月光哥，谢谢刘妹儿，谢谢辉哥，谢谢荣耀哥。大家在包裹里有免费的可以甩一甩，包裹里免费的。最后你就写了，好了，以后说话注意。声音小啊，那声音你们再大一点。转世莫忘当年那一青丝，岁月一会儿给你唱太想念了，一会儿唱大悲咒，慢慢来。叫那青丝任由夜夜烛火佛事，等风吃饭就去吃饭吧，到时候晚上过来啊。
惯了，直接到十二点。我陪你们唠嗑也不累呀、啊，主要是。我不饿呀，主要。一会儿吃馒头，给你们当个美食主播。是莫忘当年那缕青丝，岁月吃完饭嗓子哑巴了，唱不了歌，少吃一点没事，音乐大一点声。事情，我看号不到啥时候走了，每天都在的。昨天晚上是不是半夜的四半夜四五点钟在打乐吗？没谁啦，谢谢，我赶紧抱一下抱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大乐，谢谢谢谢，你看我记性多好，昨天晚上半夜那些人都记住了。谢谢直播吃馒头吃皮儿，怎么样？其实馒头挺好吃的呀，因为没吃习惯可能。乐厉害了，我的歌大乐哥有意思，回家给那个哲哥刷完票了，上咱家来抢嘞。上咱家抢全是六六。我们家人就说赶紧交出十个，你都抢那么多了，你在我们家抢那么多，你不交出十个了，还是我家好吧。哎呀，这给熊的人家没招了，别给你坑十个票，给熊的没招没招了，欺负人。大乐每天都在啊、哦，我们家场控都看了，大乐每天都在这儿，鸭毛没了。谢谢。感谢一点哥，谢谢军人，谢谢宝宝送来四幺七，谢谢宝宝的票票啊，谢谢。好的，咱家锅里没啥事，看看有没有没给上马甲，到时候给上上马甲哈。咱们家场控这两天也特别的辛苦。不是我说，我家这个企鹅，别人不敢吃，为什么？因为吃它犯法。你看一整就一整就是这炖猪，一会儿就烤鸭的。我属于保护动物。我们是弱势群体，咱家动物园的气氛越来越浓了啊！
啊，拜师没有啥要求，就是看个人呐、啊，或者是，还有一个就是家庭条件，或者是你为什么开直播，到时候你跟我说一下。你如果说是家庭条件想那个缓和一下经济呀、啊，或者是本身唱歌还是很好听的呀、啊，我不能，拜师我也带不出来什么，带不出来什么特别，他人气特别高啊什么的，能带点稍微小小小的一个，小小的那样，你的收入能稍微好一点点吧。我喜欢你家的气氛哦，好玩吧？谢谢谢谢宝宝，哇哇哇！谢谢醉梦哥，谢谢谢谢。我也找一下醉梦哥卡下黄，谢谢谢谢。卡黄了，卡黄了。能不能刷36组？不要刷36组，还刷着呢。哇，我都说少了。感谢醉梦哥。此时此刻应该送那个送个歌啊，这个歌叫不要停。多少组啊，我这还飘着呢。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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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梦哥不要了不要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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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啊。人家是姐、啊、哦，那哥姐都一样，不差辈儿就行。没有这个刷十个的宝宝可以刷十个，一会儿咱们抢票哈。所有的游客宝宝喜欢这种气氛的呢，可以参加一下，给帮菲儿抢抢票。如果没有价值立场、没有知识的主播，把你们手中抢完的票啊，给别人刷一刷，丧丧一丧。感谢舒淇，感谢我安之然，谢谢关二，谢谢高成哥，感谢依恋哥哥哥。包括里啊，还有那个100级之后会送你一个票啊，送你一个票，那是免费的，每天要清零的，感谢。这个舒服，那个有点乱，好像。感谢虎爷柔声的小国王，谢谢你的熏卷。感谢大哥五块钱。原版，谢谢怎么玩？今晚不要太在意，不不不，你要尊重每一个对手，我可以轻看的。
感谢在水中，谢谢怎么玩儿。这个不叫，这个不叫什么，这是尊重。别人都开直播哈，什么，咱们也要就是提高警惕起来，尊重参赛的每一个人，不能大意，尊重所有的主播。咱家的老铁粉了，凡是抢票啊刷礼物都能看见他的身影。感谢勿忘忘秋哥，你前面写着483币。看错了啊！我自己看错了啊！我不知道啊，就是听说那个上一局的时候，谁被清空麦序了，还是被黑了，差一点出去。那是谁呀？我听说了。啊，七下，啊，沈曼也被了。咱们也得这个东西吸取教训嘛，咱们也得该那个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呗，是不是？咱们他停电了，我手机准备好，万一关键时刻我也停电了呢。感谢峰哥，谢谢。之前一天你不也是吗？我那是别人小试牛刀而已。我尽量做好一切的防护措施，这个防不胜防，咱们就见招拆招呗。只不过是就是实际妈的时候，我没想到啊，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出乎意料。知道了知道了，宝宝们就不用操心了，我们家管理啊，你们就不用操心了，我们家管理都一切的事情都做好了啊，宝宝放心啊，宝宝们放心，家出，我知道出那好像整的跟那啥似的，那电视剧那叫什么了，就是那天整的跟那个什么似的，叫什么呀？不是，那个不是叫什么玩意儿？就有那什么片儿的时候，成立一个什么队了，中队什么玩意儿？不能说，害怕违规。就是蓝胭脂那个叫什么了？对，蓝胭脂你们看过吗？那叫什么了？那里边的人叫什么来着？不是，雷胭脂那个，在那里边那个跟那女的在一起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属于什么队？属于什么了？欢迎那个啥，欢迎谢虽然，不是，叫什么？哎妈，我怎么就说出来那个？对，军统里边叫什么了？不叫皇军，叫什么嘞？他那个。不是这个，我怎么还说不出来了呢？怎么？什么队？不是叫什么队？那个叫什么队？落得稀碎。不是，特别行动队，对。妈呀，急死我了！哎呀，可急死我了！你们总算答对了，把急死我了，我都想不起来了，脸都红了。
对，特高科。对对对对，哎，哎呀，吓死我了！给我急脸的，急的脸都红了。好纠结这个心机的。他就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妈，全剩渣子了，噎嗓子，剩底儿了。这大黄衣服，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和喜都要同享。来，老大必要做个演戏，放个 MASS 这个，那是啥呀？我听听啊，你多还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这啥呀？你放的让我放的这啥呀？所有人准备了啊，先演示一下，准备了啊，清理跑道啊，没有啥适当的，一会儿那个啥了，一会儿抢票了，整那个心的，我这个心跳好快，一听这个。这个叫德国战歌。啊，不必要吧？还能放这歌吗？这歌搞得好特紧张，这手都不会动了，卡住了，可咋整？行吗？放这歌不好听，不好，太紧张了，弄的。太深沉了，太深沉了。追梦人呢、啊？一会儿的啊。